那南风吹来清凉，那夜笛声凄怆，月下的花儿都如梦，只有那夜来香吐露着芬芳。我爱这夜色茫茫，这夜的长，更爱那欢放的梦，拥抱这夜来香，闻这夜来香，夜来香，我为你歌唱。茫茫，我爱这夜歌唱，更爱那怀放的梦，拥抱着夜来香，闻着夜来香。我揀了这个主题，讲女人很开心的时候，真的有爱的时候，其实人人有爱都很开心。但是今晚呢，因为我有个特别嘉宾，我是很喜欢她的声音，所以我就想起她呢，我就想起唱一些很漂亮的歌，很开心，很罗曼蒂克的。那跟着下来这首歌我唱了之后，可能你会估到是哪个了。一人有一个梦想，两人热爱至迷惘，三人有三种爱怎各自理想。其实呢，我初初呢就不是很认识到 Vivian 的。咁啊，四年前咧，佢就揾我去幫下佢，因為佢好多年開一個演唱會。係啦，咁佢好特別喎，因為通常咧好多歌手就一出嚟咧就開演唱會咧就唔同佢，佢開演唱會係原來籌款，佢個心真係好好嘅，我好中意佢，同埋我一聽到佢聲咧，我就覺得好甜好甜好甜嘅，咁所以咧我成日同佢講，我幫佢嘅時候我話。千祈不要不唱歌啊是老师经常都鼓励我叫我唱多一些歌的、yeah. 啊、很开心啦认识到你啦、我也很开心、啊、因为我觉得其实、我们做歌手的即
不是只是懂唱，我真的要不停地進步，即是我在你身上學到很多東西。多謝你老師。Thank you。 那呢跟住落嚟，我哋一起唱一首英文歌啊，好唔好啊？耶！多謝老師姐都是這樣，我第一次跟她唱，真的我覺得她的心經常都笑，她聲音我聽真的經常都笑，她跟我講電話又發一些短訊，我笑的，因為我聽她的聲音就笑的了，還有你聽不明白我講什麼，最主要是那你的中文是太高級了。OK， 跟著下來大家要聽一下黎瑞恩自己唱歌，好嗎？好，多謝，好多謝你，多謝老師。其實很開心啦，即係多謝老師啦。咁喺幾年前教我唱歌啦，因為其實我自己咧都有好多嘢唔係好識，要進步一下嘅。咁老師除咗教我唱歌之外咧，有時都做咗我一個心理輔導員啦。咁喺嗰個時間咧，有啲唔開心嘅嘢，咁但係好彩佢一路陪住我一齊，咁啊～令到我可以走過人生一個唔開心嘅時期啦，咁啊希望之後咧大家即係一路好似我而家唔開心啦，咁啊送俾大家呢一隻歌《秘密》，係一首國語歌嚟嘅，希望你中意，多謝。我是男人我都追他，咁嚴重？真的，即係你又好 sweet， 你的心 she's got a big heart， 我唔知點講啊，即係佢好成日都為人，我成日見佢咧唔喺台上面咧，佢成日都幫好多人嘅喎，任何事都佢係一定幫，佢又幫我，你幫到我好多，唔係你都幫到我好多，好多謝你，好多謝，唔好客氣。跟住落呢首歌咧，其實咧我揀咗，你記得我同你講話，不如我哋唱呢首歌。你話點解會唱呢首歌咧？你係有冇問過我？係咯，我就係好奇怪點解你會揀呢首歌。就係因為你，哦、你真係 forever beautiful。其實個個女人都應該係咁嘅。係，好老實講，我哋兩個同埋好多人都係啦，係經歷過咩歌咩甜苦水辣咩甜酸苦辣老師。甜酸苦辣，老師。甜酸苦辣，係啦，好似急口令咁嘅。話我哋經歷過好多唔同嘅嘢啦。係啦，係啦。咁你兩個女人，大家都知道女人都好勁嘅，因為乜嘢都要做，要靚。尤其是你，你都好勁啦，你有兩個細路仔。係，我覺得你勁。好犀利。一樣啊，大家。Superwoman， 係。咁所以我就揀咗呢首歌，因為我覺得我哋嘅。真係終生美麗係嘛？係應該係咁。我都好中意呢首歌。所有女人都應該要終生美麗。送俾大家，希望你哋中意同埋，如果識得唱一齊唱好嗎？莫非可終生美麗，才值得勾勾心志發誓，對你不止感激敬禮。其實有很多歌咧，唔同時候唱
是不同感覺的。我記得十四年前我錄了這首翻唱的歌叫做《我願意》，今次我有機會唱，真的是不同的感覺。那時候我翻唱和翻錄這首歌呢，是趙曾熙介紹和叫我去唱的，是很喜歡這首歌，而且也有解釋給我聽這首歌的意思是很 romantic 啊。但是今次唱呢就想起了，因為我和我先生呢就經歷過很多開心和不開心的事情，和很辛苦，因為我先生又病過來了，那三天就不在這個世界，我的最小的女兒就早產出世。那很多時候我們人生經歷過不開心的事情，是令到我們很珍惜我們的身邊的人，所以我很願意今次我唱得呢，我覺得是會很感動，還有真的我對我先生是什麼都是很願意了。
什么都愿意，什么都愿意为你。跟住落嚟，我要为大家唱一首许志安嘅《我还能爱谁》。呢首歌咧，其實咧，我有機會同佢一齊合唱喺大陸嘅。咁今次咧，我會自己唱自己嘅版本，希望大家中意。見過你的美，我還能愛誰？其實女人談戀愛，梗係開心啦。有人愛的是真的很珍貴的，但是我自己本身呢都經歷過婚姻失敗啦，或者覺得自己沒有好大的歡樂。You and I, we live in each other's heart.
you so much. Thank you. 多謝大家。唱到 Women Love， 因为我好多年都好鍾意呢首歌，同埋我揀咗呢首终生美丽呢就同黎瑞恩一起唱，因为点解呢，真係好开心，真係好美丽，我喺度好多谢小恩子同我一起咁开心带俾大家咁好听嘅歌，希望大家开心，係嚟到我音乐沙龙再见啦。很多人叫她是杜奶奶，但是更奇怪的是有另外一部分人叫她美少女，就是这个奶奶和这个少女变成了我生命中最好的朋友之一。